啊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讲蔡总做总统做三年外啦吼。这三年来，咱的行政法规，咱的执行法规，拢足拍的，足有劲的。啊，嘛希望讲，甲咱的台湾的气候好好，咱的气候也好，咱将来的发展也足好。啊，嘛应该有足多的机会，予咱的少年人。第一个，今年五月，大家拢交税交付，交给少年人的啦吼。啊，少年人交税了，怎样讲？咱的政府的减税，大幅的减轻我们年轻人，还有很多家庭的负担。啊，减税，这是咱大家拢最有感觉的一件事情。第二项，我要给大家报告的是讲。三分一月到五月，安尼五个月哦，台商在转来投资已经三千个啦。今年应该过足了，今年应该有五千个以上哦。啊，外商一定入来台湾来投资，伊嘛讲台湾将来会使发展做伊个亚洲亚太地区。一个研发中心，这个是外商对咱台湾足关键的代志。我不谈台中第三项代志啦吼，归类在疫情，我们就已经破土开始新建我们前线制造的厂房。再过几年，我们台湾就有前线来拨我们的台湾台工过来吧。第四项代志，跟咱的中华就有关的，我们在。彰化外海的离岸风电，现在开始有以后啊，第一家外商公司已经开始运转了，里面投资1600亿在彰化的外海哦，总共到2025年，咱期待咱的规划，总共有将近1兆元的投资要在彰化外海的离岸风电厂来公布完工。这三年怕提出以往。维持我们农民的收入哈稳定哈，所以这农产品啊，阿个有起起伏伏，那价格也是起伏，咱国家还是保险，可以的休息，家己的受到灾害的时候，咱拢会该有政府的支持，可以的收入会该稳定。咱若咧做产的时阵，咱就将咱起码好职灾保险，跟劳工赶快啊，咱嘛。咱的农业机具补助啊，哦，补助三分之一，鼓励大家都用农业机械嘛，哦。啊，另外这个在工厂就不用了，讲的，就是咱起码要开始来规划，哦，咱的古农民有退休的机制，将来也有退休金可以领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谢谢大家，啊，咱我来。